我这边有的是，只要你们支持小玉，我可以做一点那个钱，那个米多少都可以的，你们支持小玉。不用吹节啊，那个朱简吧，应该叫朱简吧，对不对？快点洗嘛。好的，我再洗。必须要洗干净一点嘛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你看一下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小玉拿来洗碗，赶紧拿出去晒一晒。嗯，好的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的赞赞已经点到了134。谢谢我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把小玉的赞赞都点到了那么多，谢谢。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干爹干妈们，谢谢你们对小玉的支持，你们这么久在看小玉，真的小玉很开心。你们把那个关注一下，有时间我有空，我跟小玉一起直播陪你们聊天。对，我们一起聊聊天，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日常嘛，哥哥姐姐们，给你们看看小玉这边的风景啊，那些就有什么就给你看什么，哥哥姐姐们。对，堂哥学会了，真的学会了，我会了一点点，不是很会。你已经这不个差点我感觉。让他教我的话，我也会，慢慢我就会了。好了吗？等一下再洗一下就 OK 了。还有亲哥的狗不见。欢迎比我厉害还是比我差一点呢？你们有钱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说比我厉害你们扣一，比我差一点的话你们扣二。堂哥是个男的嘛，小玉怎么可能会比得上堂哥？不是，做饭洗衣这些是你们女生干的事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个的话可能小玉会一点咯。一二那就是相当于一样吗？两个都厉害，意思就是嘿嘿堂哥开心了，乐开花了，姐姐们。下午5点左右我们两个要去找出安分掉。剩3点了，你如果还要跟他们聊天的话，你快点洗，快点洗，我们问一下猪，就打电话问一下啊。嗯，对，我们洗完就去打电话。不是，我们还要去问一下猪，问一下猪就打电话。那个预约我也不会，他预约怎么搞的？你问一下。哦，我不会。小玉也不太会，哥哥姐姐们。小玉只有就是下了直播才会弄。小玉还是挺勤快的，嘎，要洗干净哦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堂哥，交给我。
你们在午休还是在干嘛呀？哦不，现在已经三点过了的。对，不休了，这个是我的点，不接案子那些。要不你送到那里，晚上不得了。走吧。哎呀。哥哥姐姐们好，哥哥姐姐们好。啊，你自己来吧。好的，小玉做事很利索。没有啦，哥哥姐姐们。哈哈，堂哥学会了，对，堂哥学会了，堂哥真的学会了。哥哥姐姐们，哥哥姐姐们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已经三点过了。哇，这外面给你们看一下小玉这边的风景。哥哥姐姐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俩多不会遇的叫表弟教。明天或者是今天，我们现在过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。哥哥姐姐们，出地报了，商量。出地报了。不是空大姐。欢迎加入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。你们看，猪有些在睡觉，有些在那里玩。这特里嘛，嗯嘛什么？这个我得出来的教育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，这些猪有些在睡觉，有些在那里玩，还有堂哥在这里玩。然后我们去问一下猪，可以在这下面问还是下面去问？下面那个，别跟我们去下面问猪啊。嗯，你是骨质对呀，我是骨质对呀，超脱出去的。是熟的蛋吗？哥姐姐们，我们要下去了，下去以后你们兄弟俩一起可以的。哥哥姐，嗯，电子片，以后我们会带给你们的，分享你们。哥姐姐们，你掉回来啊？我的天！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去就是割猪草，然后喂猪。你们看这里的空气还是很好的，哥哥姐姐们。堂哥在那里耍帅，哥哥姐姐们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，欢迎欢迎我干爹干妈们，欢迎欢迎你们。小玉这边的空气跟风景都是特别好的，以后你们要是有时间了就过来，哥哥姐姐们，就过来玩哦，哥哥姐姐们。哎呀，这些路有点陡，哥哥姐姐们，都是山咔咔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。欢迎你们，欢迎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，欢迎我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还没有给小玉，小玉还不打电话哦，看表弟来不来。他应该一会儿就来了，哥哥姐姐们。我们过一会儿。电话问嘛。对。下播吧，快干活吧。小玉想跟你们边聊然后边干活，哥哥姐姐们。好的，小玉你去忙吧。但是小玉想过一会儿再下直播跟你们就聊一会儿，哥哥姐姐们。小玉还想跟你们聊一会儿，哥哥姐姐们。你们看这些猪好像又饿了，又饿了。我的直播吧。你这腿是哪里的？你信我不当啊，是吧？嗯。好的，你们说好的，堂哥不光是很帅，主要是人品很好，边干活边聊活。对，小玉准备边干，然后边跟你们聊天。哥哥姐姐们，堂哥该有想法了。嗯，堂哥一会儿他。
给你们看这些猪，一起去看一下。你下去，对，堂哥去拿那个东西了，然后小玉一会儿割猪草，然后喂猪。哥哥姐姐们，有些猪饿了，你们看这些猪的话，有些瘦有些胖，但是它的肉，那些肉质都非常好，吃起来就是有些肥的话，小玉去那里，我就是割猪草。哥哥姐姐们，小玉拿个背兜，堂哥早结婚了，结婚好几年了。고생나보래小玉干活了，小玉干活了。对，哥哥姐姐们，小玉这边的话都是这样割猪草的，哥哥姐姐们。他现在割的那些要喂我的猪的。对。好的，他割一点，要不然这猪饿了。堂哥马上打电话啊！他把猪草割完了就弄，没手套，我这上面没手套。哥哥姐姐们，小玉已经习惯了，不要戴手套。戴手套的话，小玉就是不方便，有点就是不习惯的那种。你们也说了，二婚是不行的。电话我马上要打，他把这猪草割了，我问一下猪，就打电话啊。对，哥哥姐姐们，小玉先把这些猪草割一点，然后问一下猪，就去给堂哥打电话。这里不见自己了。小问题了，我猜的不能。阿德不给他扔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快点吧，你先别搞了吧，要不他们都等着呢。可以的嘛，那我们再聊一会儿，再跟我打电话，然后我们去找猪山上。那我们到那边，那上面去找猪，还要去找猪呢。这里不就是不变的，也不是弄死。晚上猪找回来了再弄。这个什么？怎么跌的呢？我说。我怎么跌的？怎么跌他的？啊对，我给他留家的。你们看见吗？我这猪好不好？好热，中午。我今天下去的话，明天买一双手套上来，让小鱼戴。嗯。是我是人鼻子啊，不吗？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哥哥姐姐们好，哥哥姐姐们好，我们在这里放在这里给先给那个表哥打一下电话吧。好多猪友，对，这些猪的话都是堂哥家的，哥哥姐姐们，要不然先把这些给他弄了，给他吃一点吧。哥姐姐们，你们看小玉这边的风景好好啊，小玉好不好好看？哥哥姐姐们，耶，给你们比个耶，哥姐姐们，给你们比个心，堂哥也过来比个心。不会，这样学一下嘛，学一下。这样子，哥哥姐姐们，让堂哥比个心给你们看。是这样。是这样吗？这样。小玉好美，谢谢谢谢我哥哥姐姐们，谢谢。这不是吗？就这样嘛，哥哥姐姐们，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不是？我松下，我松下。这样子，这个不大，这个就知道。算了，你还是这样的。给你们比个心。给你们比个心，哥哥姐姐们，给你们比个心。欢迎加入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。从你来讲，我来弄吧。没事，我来。哥哥姐姐们，好看，
谢谢我哥哥姐姐们对小玉跟堂哥的喜欢，谢谢你们。就是现在，哥哥姐姐们，要不要给就是表哥打个电话？要打个电话的话，你们扣个一吧。我看扣个一，要是你们很多人都想就是打电话的话，就扣个一，然后堂哥跟我们两个就给表哥打个电话。喂猪，猪的话我们一会儿下了播然后再去找猪，然后再来喂也可以，哥哥姐姐们。然后小玉也边干边聊的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扣一，然后我们给他打电话，都扣一了，扣到四了，存起来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只有四个吗，哥哥姐姐们？给他打电话吧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就给他。